始。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红方的机器人冲出了战线。在我们上半场区域呢，红色方应该是略占一些优势，现在已经通过了障碍门，来到了我们蓝色方的防守区。的确，动作非常的利落。我们红方和蓝方的车型机器人在我们跷跷板的位置聚集在了一起。不知道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不知道是哪一方先通过我们的跷跷板。的确，他刚才试图把我们这个蓝方的机器人铲去我们的场地之外啊。现在已经有一个红方的机器人登上了蓝方的堡垒。现在也已经有一个红方的车型机器人登上了我们蓝方的堡垒。接下来的十秒内呢，它是重复攻击是无效的，只能等待十秒结束之后再次进攻。现在在下路也是一个非常激烈的缠斗啊，我们两个红方的机器人已经成功的通过我们的下路进入了蓝方的攻击区。而在我们场地的蓝色防守区，蓝色的一辆机器车已经失去了生命值，现在场上蓝色只有两辆手动车可以移动。的确，刚才看到我们的红方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些有效的攻击。现在比赛时间还剩1分30秒，红色方的第二辆手动车登上了蓝色方高地。可以看到，在我们蓝方的高地呢，有两辆红色的机器人在高地附近徘徊。是的，我们的红方的车型机器人攻击我们的蓝方的堡垒得分，红方的另一台防身机器人也已经登上了我们蓝方的堡垒。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蓝方的机器人只剩下一辆机器人，还有剩下一辆机器人，还有剩下一辆机器人。现在